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行情给有准备的人，标股给有卡位的人。哇哦，今天我们又霸占了陆权，开了很多的车车。所以今天首先先提醒所有的人，在这种的猛爆的行情过程当中，今天有些的股票有些许的败笔，因此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几档股票见好就收，到底是哪几档，稍后我都会讲。那么呢，在这块区域当中啊，谢谢所有的投资朋友认同我带领你们，不管是高价股或者是洪家军的股票，我想这一波没有人比我还敢霸占，比我还敢坚持。当然今天这档股票呢，也是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呢再喷历史高，也就是跟我一样名称的护国神山。今天这个价钱呢令大家很 surprise， 今天这个价格呢是877元。哇哦，真的很棒啊。看到877元呢，木棉呢就看到今天的台股啊。哦，昨晚大家都在讨论辉达到底会怎么样，其实昨晚的行情并不漂亮，但是盘后盘的辉达呢，哇，超乎预期，结果呢狂涨，台股今天也预期的哦，这种 news 出来之后呢直接开高。但是今天台股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的开高，但是开盘就是今天最高点哦。所以呢今天我一看到这个格局跟早上那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沙盘推演我今天要卖股票。所以今天呢我从早到晚都在卖股票。我会员说，老师那么9:03、9:05、9:07、9:08都在卖股票，我说对。因为呢在急冲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要去判别那个量哦，如果是挤进来的那个不寻常的，那就要先调节部分，然后再看要怎么做。所以呢在这个今天这个行情又被我料中了，所以我的会员今天又帮我竖起双拇指。但是跟大家讲一下，不好意思，我又占用了陆权。那到底哪些股票占用陆权呢？等会我再说明。但是这个大盘到底明天会怎么样啊？今天再创历史高，21668点，有哦，步步高升哦。昨天我们的大盘是怎么样呢？昨天我们的大盘呢创历史高，21567点。今天有高哦，哦，高，还这个不错的668哦。那今天呢，在20大排行榜当中呢，当然了，台积电今天很棒哦，所以呢是涨了120点。但是为什么涨120点之际呢，今天中涨只涨55点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呢，我直接帮各位标好了。上市的部分呢，下跌加速非常的多。您知道上涨加速只有几家吗？100多家。啊，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果到尾盘上涨加速只有100多家，对，对，没有错哈。因为今天盘中又突然传出那个对岸那个什么中国部分要把我们包起来的事情，所以这边造成了有部分的一些的股票呢开始呢就直接下滑了啊。那这块我不去讨论了，但是我要跟你解这个盘，这个盘会怎么样？这个地方大家再来看一下 OTC 的部分，今天是跌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格局比较特殊哦，哦，特殊，各位也看到这个名称似乎耐人寻味，这个名称叫做掉手线。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什么叫掉手线，就好像一个东西掉到半空中，那如果下面没有东西支撑恐怕比较会摇摆。那我们知道啊，一个盖一个房子呢要打地基，你地基打得稳，盖越高都很 OK 的，但是你在上面悬在上面，下面是空的，就比较有点摇摆。今天这根线我的名称给它叫做掉手线，这是本间中轴里面的一种形态学，一种 K 线。那么这个掉手线刚刚好今天完全的标准，因为今天开盘就是今天最高点。好，这个时候请注意了，今天单一 K 线叫掉手线，中长涨了55点。那么今天最高点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今天的开盘价这个位置。那么今天最低点呢21475，好，那这个地方我让各位比较了哦。昨天最低点是21248，换句话说有哦，有哦，没有破昨天的低点了，好不好啊？那这样大家先知道这个 K 线的位置。那昨天这个格局也创历史高啊，台股很会猛爆。昨天是大阳线，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哦。今天这根线呢，它是掉手，而且是黑 K 哦。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复习昨天呐、啊。昨天这个行情呢，我说呢，它已经很明确的中继在涨。为什么这里拉近？因为这边出现了很多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那我说这种呢，叫做连续多星，不动就不动，一动很惊人。结果呢，昨天一举很惊人，直接滚量攻击创新高哦，拉出的近实体红。那我说这根线呢，它叫做
大阳线奋起上图格局，因为我之前给大家两道轨道线它上图嘛，那我说今天要注意关键价，有到中场都有守住，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昨天我讲过啊，就是辉达财报呢将公布，就是今天早上我们都知道了啊，这是昨天我讲的台股昨天就押宝，先押宝哦，那台股呢在喷历史高，昨天有喷，那我跟各位说开高跟开低的走势，开高虚，开高走高过昨天的高点，行情续喷不回头。好，那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了哦，高点啊、哦，昨天高点是567，今天呢收盘607，有没有过？有哦，有确立有过，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再来看，那今天既然演变成这样呢，会怎么样呢？其实今天呢、啊、这个行情洗刷刷哦。啊，这里又要拉紧了，因为为什么？这根线哦，你看人家小小的啦哦，很标准，开盘就是最高啊，收盘收到这里啊、哦，所以呢，今天这根线是黑的，黑的呢，它下面的须须很长哦，当然是肚子的两倍以上了哦，所以呢，这根线它叫吊手线，吊手线直接拉下来，有没有发现量很大？哦，那么就代表什么再拉上来？代表在今天开盘这一瞬间就有人在卖股票。好，那我再把开盘这张纸拿出来。今天开盘开到这，瞬间就卖，拉起来拉不到今天的开盘再杀，有没有？这就是听到利多直接就杀杀杀。但是呢，今天早上一定很多人去排，因为为什么？哎，辉达好到爆啊！所以呢，很多人没有货的，今天早上挤进去啊，刚好看大家洗刷刷哈。那所以呢，这种洗刷刷过程呢、啊，这个就是主力在到货的迹象、啊、不然不会这样一直线呐、啊。这很简单的判别。好，那后来这个地方交换了筹码之后变成这样。好，那中场的这根吊手线呢，它形态就要叫吊手线型，有出现哦，注意的哦。明天的关键价哦，这个键打错没关系，大家知道关键价啊、哦，就是今天这个高点21668。好，那么几个重点提示。辉达财报超越预期，所以盘后大涨。那么台股相关概念股开盘大涨，随后卖压出笼，记得哦哦，今天是这个格局哦。好，注意的，明日无论开高开低，都需站上关键价。我讲的就这么清楚了，不管要开高开低，就是这样，好不好？否则短线见高点，拉回整理时间比较久。那如果能够站上的话呢？反之换手再攻，好，盘就这样。所以今天的高点很重要，好不好？今天高点很重要哦，因为今天收了这一根叫吊手，记得就是一个东西在半空中没有很稳固，要就是把它顶住，反拉上去。OK， 好。但是那个格局呢，各位要注意哦。明天台积电能否在漂亮的格局，也有关大盘的走势。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了，今天台积电创历史高877，那么呢，今天中场台积电收到875，也是历史高哦，涨11块。好。这几天我都跟各位说，昨天也是喷历史高哦。那这一段的台积电呢，我也跟大家讲，台积电一动，指数一定很好看。520收平，但是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520这一天呢是补缺口收红十字，所以次日注意上图下破。我想我每一次解盘解得淋漓尽致的、哦，不会因为说哦这样子哦偏颇，没有，我完全讲清楚哦。这个呢不见得是不好，我有讲上图下破，结果呢？次日拉红，我说它比大盘强，对不对？我都解释过。结果52的时候呢，喷到外太空啊、哦。结果今天怎么样？再喷啊！哦，哇，又要拉近了，因为今天这个记号超级无敌小的哦哦，真的很小，对不对？好，你要拿放大镜来看哦。这个啊，很标准啊、哦，标准什么？十字。那今天有留多缺口哦，所以这根线大家要注意哦。明天能否能够再站上，又关于大盘整体的一个走势。最高877，因为已经悬了一个洞。好，今天量跟昨天差不多哦，所以明天很关键，直接拉过来这里，高空十字星哦。今天台积电出现了高空十字星哦，大盘是这样，台积电是高空有一个多、哦，那所以明天台积电走势绝对不能补今天的多缺口。OK， 好，所以明天大盘很关键，要如何的关键，请赶快把我 QR code 给扫，我明天在盘中赶快通知所有的人，让你们知道怎么拿捏。这个时候来，我想今天全台湾、啊、最疯狂这档股票了，也是我从底下多波段一直经营到今天，跟大家昭告，今天把运钞车开出来，就是这一档最火红火热的广运，哇！今天涨停呢，我讲过啊，涨停才要去追，为什么早不买呢？70几在哪里？80几在哪里？90几在哪里？100在哪里？今天114的一次倒光，运钞车开出来，买股票要买在还没有爆喷之前，
霸占涨停，要霸占，不是今天看涨停听到 news 在追，我今天倒光了。好，为什么要倒光啊？我想呢，先来讲这一档哦，喷到外太空一四嘛，今天要洗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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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有哦好。那我为什么要开运钞车？不是我赚很多啦，那你想哦，如果明天没有比今天高点，那你就比较危险。如果有就好哦。那我们希望它有了。昨天喷外太空109嘛，对不对？我说呢，你要保佑它在越过，不然昨天你买到109短套嘛，对不对？那你要保佑哦。好，那521的时候也喷外太空，有没有发现这张股票很喜欢喷外太空？我曾经讲过，要转运要好运，买广运，对不对？对 ，OK， 好。那、啊、你没有买，我没办法。啊，这一天我讲过哦，进可攻，退可守，我卖一半。哦、我已经讲过，我本间 K 线操作就这样子，不乱赌。哦，但是一份证据讲一个话，做一个事，一半。那我今天选择另外一半，全部倒光。那天也是7.3万张。好，这段过程当中呢，这张股票没有，你看5月17才92，5月20了不起101，收盘95。那你看呢，520是礼拜一耶，我今天拿今天给各位看就好，520就好。啊，今天嘞，今天礼拜四哎，114，哇，好会飙哦，对啊。买对标股就这样子，这才叫标股，好不好 ？OK， 好。那这个过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17号这样，16号才90呢，15号才90哎，90哎，好，然后这边80几哦，5月9号啊，80几对不对？好，话说哈，这边这卖完我有再买哦，这我都讲过了哈，啊，这个77的哈，然后这段过程，探底线，记不记得这个？我直接抓后面让各位比对，探底祭出，次日开高怎么样？涨停。所以你看，我讲了盘很关键，赶快来预约关键买点。结果17号晴天一柱啊，这才有本事人剖析出来的行情。就这股票呢，从这边到这边，你看这一段过程没有回头，有没有？让各位比对。那这边我卖了一半，对不对？我都讲清清楚楚，这边也不要20块哈，9.2万张。大脚喜欢来我家，你去谁家都没有用。5月9号。这边刷下来，我说没货，赶快补，补量易上攻，没人要哎、欸、啊，做头哪那么多头啊？好，5月10号有没有？哇，马上反拖走涨，好，第二波，就这边这一段哈，我讲过，我把你圈起来，这边当时解释过，你去看5月10号的节目了。5月13号呢，日 K 二红哦，没货赶快补哦，会没有货也会垂心肝，我讲得清清楚楚。14号三连红，16号。在这边，哈、啊，要做头吗？哪那么多头啊？我再讲一遍，补量一喷出，没货赶快买，有没有？再讲一遍，好、哦，再讲一遍，讲一遍。结果画这条线，结果后来没有了，啊、哦，这边卖一半，呼，好猖狂哦！啊，昨天好玩了，我昨天有讲，另外一半我昨天没有卖哦，我不是黑了我就乱卖哦。高档收黑，明日关键中继还是见高，好、哦，到了昨天是这样，对不对？另外一半还抱着，今天。一举冲出外太空，好，全数倒光，全数回尾带，光这两段就好，中间细项不用讲了。这边到这边，各位看一下，这一段39块，这一段30块，哇，大脚全部挤进来。好，今天快乐收割，一次倒光。今天除了这档之外，还有等会还有几档股票，这几档都是全市场最热门的，也是第一顺位被我把握的。我今天把它调节部分或是全数倒光，所以下一节你要一定要赶快回来，利用这个时候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想要发就把握 call me 找到我，见广告马上进来。能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创造人生财富。咨询专线02-2321-9933，2321-9933。人生如股市，变化莫测，时高时低；股市如人生，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唯有客观分析，精准研判，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创造人生财富。轮源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说到历史高，我的股票真的喜欢历史高。复习刚才那一档，我今天倒光了，明天有没有再买？来预约，喷历史高外太空，对不对？啊，这档也是啊，来来，谁不知道小骑兵？我好爱小骑兵哦。天气很热，需要散热；天气转凉，需要空调。这个开小胖卡也是历史高，所以我说啊，跟我没有缘的啊，跟财富也没什么缘的，跟我有缘的人哦，钱都长脚来找你。历史高哇，725哎，对，没看错啦，爆量2.6万张，本来没那么大量，我现在是爆量啊！我今天呢盘中开小胖卡，卖一半持股，获利落袋。这应该没人可以反驳我啦，因为我从下面经营500多、600多、400多一路弄上来的，这个今天怎么卖都是赚钱，这没办法反驳我啦。今天历史高了，昨天660涨10块哦啊，这个昨天复习一下昨天讲话，660涨10块，521涨12块，12块加10块到昨天涨22块啊，重点来了啊，今天怎么这样喷到无法无天？725，660，725，65块，真的没有骗你，啊，你们都不要理我啊啊，今天去追啦啊，追到这边被打开的又短套了，明天会不会涨？股票干嘛这样追呢？花那么大的成本去追股票做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买关键价嘞？真是的，这种高价股差很多哎、欸！啊，520啊，没有涨哎、欸，每个骂他说、哦、他好笨哦，啊，今天嘞、哦，他好聪明哦，人哦很奇怪，520638，啊，今天呢、啊、725啊，才4天而已，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这边放空卖光的，今天没有份了。我选今天卖一半的，很聪明吧？对齁，所以我说一档股票用心经营，不要看跌就不喜欢它，看涨才要去追，就追高杀低就输家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对不对？哦，这个更矮啊，越来越矮耶，当时这边都叫你买，都没要跟我买的齁。然后这边呢，这个历史过程绝对是可以做见证，量缩洗盘，快吃货，下周补量再喷高哦，真有对称的，5月10号讲的，赶快来预约霸占！每个人告诉我说：“老师啊，这我们看是一颗头嘞。”我跟你讲，这边有多方缺口，记不记得？多方缺口一直不补，一直在那边飘，事后一定有什么大行情嘛？不然为什么不补嘞？啊，还没有飘完呢。好，698，右空盘头，这天我解释过，今天不讲了，好，就看5月13号节目，好不好？5月14号反拖走涨，马上红 K 哦，补量攻高机会大，来预约关键买点。啊，每次看价不要，我告诉你连续新线了。啊，这天呢，5月17，即将上图，请快卡位。明亮星5131亮晶晶。5月20再讲一遍。哎呀，老师你吐槽了，这么黑黑的嘞，没货快补，我没有给你更改哦。黑 K 叫你没货快补，给你机会，你不要问我。直接涨12块啊。然后呢，昨天直接涨22，涨10块，总共2天涨22块。我再讲一遍了。这里不补啊，必有大行情。事后698用什么方式过？直接喷呢、欸？哦，511567645626，哇，这都我的杰作了。啊，今天是跟够了吧？我说补量一喷出，真的喷出了，直接喷出历史天价。今天卖一半持股，明天我会买回还是卖出？这四段参考一下。哈，511到今天。214哦，没错哦，数学啊，500多的158，这边到这边80，这边到这边90，没有错哦，这历史的见证。今天过瘾吗？很多人呐、啊，赚蝇头小利就高兴的不得了。我就是有这个霸气。你刚才看的广运也是这样，一开始告诉你要转运要好运来找我，你不要。就这档股票，我也告诉你，天气要热要凉都一样，我霸占好。一次一把到一半，够了吧？够霸气。赚钱要像我这样，你才赚得多，因为我会帮你看筹码，不是乱做一通的。第二个，来这个再开小胖卡，大支的。昨天我不是说达发卖掉吗？哎，讲到达发哦，昨天达发很厉害，对不对啊？今天呢，你看吧，我就卖，对不对？我说卖完转这一档，
这是今天开小胖卡了。问题是昨天我转这一档，棒不棒？棒，对不对？啊，今天卖一半，你看，速战速决。昨天涨成这样，啊，今天卖一半，啊，速战速决。赚钱就是这样赚啊！你死守四行仓库没有用啊，后知后觉没有用啊。你昨天追到这边，今天把又再高，不然也没什么利润啊。我懂得卖达发，然后这边转啊，这样对啊。大脚都来我家，还喷外太空。今天没力攻击出一半，明天我要买还卖。你看，今天差一点点没过高，所以我当下怎么样卖一半持股。做股票有方法，不是乱做一通的。大脚是还没有走完呐 啊，所以明天还有机会，所以我卖一半。这边到这边38块，可以吗？绝对可以。这就是我的杰作，做股票就是要像我这样才可以。还有一台，等我一下，来来，这台开出来，小胖卡开出来，有请立台出来啊！你看我股票都这样呢，啊你不卡，我卡位都是买那个看起来笨笨的，这里这样涨，这里这样涨哈。我当时在买笨笨的，没人要你我呢，哦，那看起来鸟鸟的，哎呀，122.5啊，不用讲122了啦，这边124啊。啊，这边是多少啊？那边130了啊！今天更猖狂啦，这高点多少？137.5哎！你就不要理我，我买股票是这样买的，你要看涨再去追，你自己买。我能够买关键价，这就很佩服我的地方。今天卖一半，卖一半，唉，你看做股票就像我这样，你们不要理我，我买这种黑 K 没人要理我，还说哎会怎么样啊？结果嘞，美超为概念啊！啊，最好玩的是。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大脚都来我家。啊，昨天嘞，大脚喷，有没有？这边到这边11块，好，那不用讲。今天过高没有手，好了，卖一半。哇，量这么大，你看，懂得买要懂得卖嘛。另外一半，我明天要买还不卖？来预约。这边这边又16块，涨幅哦，我说的都没错，都事实哦。啊 ，OK 好。所以我做股票就这样干脆，所以人家叫我何大胆跟何快手，还要加一个何干脆。嗯，好，好，这时候来来来来。专门店，没有人比我还霸气。全台湾那一天崩跌1000点的鸿海，我那天买了140那一天，指数是那天跌了1000点盘中。今天如何？你要一支吗？173，140到173很可观吧？大型股啊，昨天169，这一天你要佩服我520这一天鸿海没涨，我说全力买回，随便买什么价，绝对比今天还要低。更何况我买在这里附近，可以吗？新会员有买，而且我前几天卖到这一波的最高点，拉回这一天价差10块再买回，我做到了。再买回到今天这一趟又赚了。我为什么能够买？这一天创16年的新高高179，这一天我在这边真的发市价单168、168.5都有。卖完，卖一半，所以这天我才能够再接回来。光这一半，我又做了好几轮了。好，更不用讲这个过程。我想这个过程大家都记得，这个1159的这一天，144这一天，4月19号大小通吃，赶快来霸占，就是这一天台股盘中1000点。好，我尾盘买140、142，好，结果就这样喷。就无法无天的一直喷，一直涨哦，这个都是过程，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这都事实。没货人赶快来预约啊！今天好玩了，今天收盘173，显示33家族，不管买到什么价位都是大获全胜。明天很关键，到底我要继续加码，还是要全数到出？赶快来预约。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档，但是呢，我让各位看一下。笔画简单，非常简单，哇！大脚都来在吃货了。如果没有标的的这一档，赶快来参考一下。不管你站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你有缘跟钞票当好朋友。这个方案赶快带到身上。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